2011年11月10号，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正沿着北京的主轴路穿过天安门广场，直奔国家体育场而来。 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城市中国上海，今晚开始激情的上海迎来世博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人类文明盛宴。这是一个欢乐之夜，从今晚开始发展的中国清新合力，铸造理想之城。金属无限在战斗机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 稳稳地停在辽宁舰的甲板上。欢迎乘坐木十号动车。欢迎大型运输机001大机，按批准的试验大舱。